针对立法院朝野激战国会改革，甚至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还说出403花莲地震阻挡蓝营硬闯是老天有眼的话，引来各界消费天灾的挞伐声音。而今天早上国民党团还提案说要把柯建铭送纪律委员会来处理，场面火爆。今天对蔡英文一个基本的道歉都没有，还是副总召在这里。昨天不是道歉了，你本来就应该要处理啊，优先处理上面东西啊。突击拍桌子，这一摇天动了。你吓到了吗？拍桌子，小丑，有没有吓到啊？怎么吓到小丑呢？COVID-19 来势汹汹，民视新闻为您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，赶快拿起 MOD 遥控器，自选50，自选20，加入民视新闻台。